步伐出拳，每个动作气势到位。旺家国小跆拳队2019年参加在韩国首尔举办的国际赛，九位选手在品势项目拿下三金六银的成绩，其中两位选手今年更入选优秀原住民族学校运动人才培训计划。我很开心，因为选这个我总共选了三次，那这一次是第三次，终于选上了，很开心。那你对自己入选之后有什么期待吗？希望以后继续朝这个路，然后打我打的技术能够越来越好。那你期待很久了吗？对。那你希望以后可以有什么样的表现？可以去打奥运，然后可以得到第一名。所以你有这个目标啊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因为家长担心对练项目会容易造成运动伤害，旺家国小跆拳队专攻品势项目，加上来一乡又有国家级专业教练，让学校有信心推动跆拳运动。对于入选选手，他们充满期待和鼓励。比赛的话就有前中印啊，还有一些国际赛啊，当然如果说有那种坚持的那种心，然后又肯吃苦的话，我们尽量去培训。这个算是我们阶段性的一个任务，那很高兴能够达成，那期望他们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。经过34年选手与教练的努力，跆拳运动在旺家国小开花结果，期待培训计划让他们更加成长，更接近梦想。原新闻巴朗，屏东来意，这样不到。